我们在11月24号之后，连续有8次的民调，其中有6次大概都是在误差范围之内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赖赖不盯起来，我们会过的，我们会过。任前在这边要拜托我们在场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团结一致，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我现在看到我们好康配提出的政见，我真的很认同，包括青年的1500万的贷款，包括80岁以上免八支量表，都很好。可是我看到民进党在推出来的所有的政见，我都觉得在骗票，完全在骗票。为什么？他们如果真的要做，过去8年他们掌握执政权，掌握国会的多数，他们要推的事情哪一样没有过？没有过的都是他们不想要过的。所以现在他们推出来的政见，我都觉得是骗票，否则他们在过去这8年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政策把它推动下去。刚刚郑丽文在，我们之前在立法院打了好多次好多次的架，其中有2次在卫环委员会，我们只是想要知道我们买了高端疫苗怎么买，国会占多数就封存30年不让我们看，所以郑贤在这边要拜托大家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是希望2024年可以政党轮替。政党轮替不只是总统行政权政党轮替，在国会当中我们也需要政党轮替。郑贤要拜托大家，恳请大家你们强大的影响力，总统恳请支持侯友宜、赵少康这一组的人选，区域立法委员郑正贤拜托，郑正贤动算，一定要动算。政党票国民党，恳请大家让我们的韩国瑜市长进到立法院里面去，让我们的政党票能够占更多数，让我们政党票区域立委跟不分区立委能够占多数，好不好？郑贤在这边深深的鞠躬，我们一起打拼，走最后这30几天，谢谢大家。